日赚四万。小小鱼卖炸鸡，打包票不会吃到喜肾。小小鱼投资的那只鸡美式炸鸡店今在士林开幕，不少民众顶住37度高温排队，他店内一份鸡腿卖45元，也不担心和同样投资鸡排店的 NONO 或薛志正竞争，他保证，我们的味道不一样，就像一个可乐，一个雪碧，我们炸鸡就是咬下去味道很清新，肉也鲜嫩，味道够又不会太咸，不会重到吃了要洗肾，对健康没有负担。提到原物料涨价问题，他也信心说，之前就有做好控管，表示店内生意好到目前一天营业额就有2到4万元，预计两个月后就会获利。但自称小股东的他不愿透露投资多少钱，不过目前在台北、台中和中国已经共有4家店，因此他竭诚欢迎小资女来加盟，我们的加盟金现在有补助，所以只需投资59万元，不像有些饮料店需要200-300万元，所以很适合小资女来投资。蔡维新台北报道。小小鱼投资的美式炸鸡店今天开幕，不少民众慕名而来。蔡维新社。小小鱼投资的那只鸡美式炸鸡店今在士林开幕，找来辣妹宣传稀客。陈明中社。小小鱼投资的那只鸡美式炸鸡店今在士林开幕，找来辣妹宣传稀客。陈明中社。小小鱼投资的那只鸡美式炸鸡店今在士林开幕。陈明中社。小小鱼说欢迎小资女来加盟。陈明中社。小小鱼在店门口开直播揽客。陈明中社。